我们的手掌相当于给我们的全身做按摩了。来，怎么按？看我们的图谱。首先，各位家人，按揉我们的中指下方这个地方，对应的我们的头啊。来，按揉一下我们的头，用大拇指按啊。好，从右往左侧按揉20下。好，头区按完之后的话呢，来，我们顺着来啊。头区往下，这个地方是什么？是我们的胃的反射区，来按一下。好，胃的旁边一点点，这里是脾啊，来，脾胃一起来揉，也是揉20下。好，来跟上节奏啊，揉的时候有点胀胀的感觉。好，下一个看好了，胃再往下一点点是两个小肾啊，肾再往下一点点是什么？生殖系统，来，从下往上推。好，推的时候呢，你要是感觉手上特别干的时候，可以用点乳液啊，或者是油啊，来从下往上推，推的时候胀胀的感觉啊。好，下一个看好了，我们的食指下方这个区域啊，是我们的肝胆的反射区，来推一推我们的肝胆。好，肝胆的反射区啊，来推一推，感觉胀胀的感觉啊。好，那这个位置呢，是我们的肺的反射区。来推一推，很多家人在推的时候感觉有很多的筋节，有点痛痛的感觉，你觉得看看，哎，和你的身体是不是对应的啊？好，看我们的图啊，看图，这是肺的反射区，看一下啊。好，下一个这个区域是什么？这个区域是我们的肠子啊，从升结肠、横结肠、降结肠、乙状结肠，中间是小肠。来，我们一起推一推啊，推一下我们的肠子，从内往外，从内往外再往下啊，你可以从内往外再往下。好，这是我们的肠子的反射区啊。再下一个呢，这地方大鱼际，对不对？是我们的心的反射区。来揉一揉哈，你也可以揉。好，你也可以推，都可以啊。新的反射区，好，推的时候有点胀胀的感觉啊。来，再看这块是什么呀？这块是我们的脊柱了啊。来，推一推脊柱的反射区。好，每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都推揉20下。推完之后，你会感觉什么？你的手有一点热热的感觉，胀胀的感觉就对了。这就是我们手部按摩的手法。左手按完，按右手，按完之后再鼓掌，鼓掌20下。鼓完之后的话呢，两只手有点红红的感觉就 OK 了。这就是我们手部按摩的手法。别忘了各位家人，这个视频非常的好啊，点赞关注加收藏，每天和我一起动起来，让我们的身体棒棒的。